等一下，谁的腿？我不要同类。我要上去。是哦。意图不轨。误会。是哈。这好可怕哦。我的等级怎么这么高啊？好，是用金的。臭父母台，臭父母台，臭父母台，你在对父母台生气吗？好气，都父母是好的啦。换一个人看看。二，音乐交给你了。二，我来。哦，你把它弄出来了。我想说，我看有没有简单的。哎，所以丫丫你不去铁矿了吗？算了啦，啊，我等一下再过去啊。那我不去放了。好，你先，没关系。现在你先放那个金那边。我被你推很远。我要去找金金。很会推哦，他自己。附魔前还要先。你弄你附魔给你。还是要需要一些金金石。来，再没三十等哦，还要更多书。还没三十等。啊，忍住，忍住！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！你挖出去，挖出去，用挖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要补门，你要补门，你要把门补起来。不要，有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忍住，不能跳哦。有，我都走平的，我都走平的。有，我已经静止不动了。你可以动，但是你不能跳。哇，矿物要被封锁了，我们刚刚跳比较多。哇哇哇！去他们跳，去他们跳。去敲他们，让他们跳。用你跳，跳一下对面的。射他。可以跳一下啊。怎么都不跳呢？狠狠狂跳。他们跳一下。有棒。谁赌的样子？再一下。多几下。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来一下。哎呀，蹦不跳。没办法，太远了。脚棒，脚棒。哇！是说有谁有吃的啊？我身上有，身上有。好，那个等一下黄金可以再换更多啊。你需要挖几个洞啊？哦，我换了。狡兔三窟没听过吗？所以你要三十等附魔台是不是？我要。又有人在矿洞金矿上面呢。我走了，反正金矿被封了，我没差，我走了。有三十等了，三十等了。靠近哦！来，黄金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黄金，我放箱子里。张新伟放箱子里那个在下面有放一些食物进去啊。好，拿一点。他朝边边那个，有人来堵我，他从边边走过来了，有人来堵我了。是你哦？你在哪里？上去了。你在哪？他往下挖了。有上去了。全部人在这个空里面是啊，这里怎么回事？全部人挤在一起。没事，这边很亮。好想你，有了，出来了。感谢老师确定。结婚戒指。教主万安波浪服。哦，他哪里来的那个啊？牛跟皮哥哎。偷到了，中间的地牛啊，地牛吧，地牛，有个地牛翻身，把地牛给杀了吗？啊，他自己会死掉，资金到底。我可以改良，我要来改良一下这里。可恶，繁星你在哪？嘿，是，我在你后面。发光是不是没了？好像繁星没了，没了。这需要我们一人拿一个，我也有啊。我们戒指好多啊！两种戒指，哎，中间，该出发了。他还发戒指的啦，不要走。哎，戒指嘞！来打个燃烧键。来。他怎么不过来啊？超多只啊！哇！哦，这里好暗哦。哇！被烧了，还不是？哦，没事，是对方的。要打很痛。暴击！矿坑，铁矿，金矿坑，金矿坑，都是一阶生物啊！小腾腾，腾腾兄，一阶生物好厚啊！我打出来！哦，我被打！小心啊！不是，我捡他衣服。有人。
有人混在那之中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他有蓝烧剑。哇，这好坏哦、喔啊！全部都在我们家啦。我们在水里打人吗？会比较好。看一下啊、哦，哦，保护三的衣服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，这秀，这秀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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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是，好多好多啊，靠这个叫声，去泡水去泡水，排血，排血，排血，哦，哎，他会走他会走门进来，卡他卡他卡他，是了是了是了，绿宝绿宝，进来就别走了进来就别走了。哎、欸，来帮我关门，来帮我关门，农作物这里，农作物这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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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关起来，把关起来，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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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圈养哦。哎、啊欸，各位，无限攻出来了，哦，牛、哦、了，繁、哦、星、哦、后面，繁星后面，我后面怎样？有一只，对，忍住，忍住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没事没事没事，中间那个不能跳，中间来来来桥上看中间那一个，没关系，我身上只有建材，没关系，我只有建材而已，不难过，建材又被清掉了，对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啊，铁我拿来做铁针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好，你做完再给我，哎呦，我什么都没了，第四阶段了，第四阶段了，铁箱子很多，铁箱子很多，哎、欸，异界生物跑出来了。什么？不是在关起来了？天掉下来！有人开门，笼子没关系，快快打完了，快打完了，快把打完了。我下去捡东西哦，拜拜。哎呦，有了有了，一些生物打完了。中间那个，哎哎，我们这个增加。中间那个谁跳了？谁跳了？谁跳了？哦，还在跳，我忘了。哎，谁不要跳？不要跳，大家冷静。还没有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我还没结束，我拍死，还没结束，结束结束结束，对，是我，我刚刚跳了四五下，就你就你，拍死，跳一两下而已，哇，露米，我的天啊，我要绝叫出三，我要去挖了，哦，好了好了，没关系，东西给他丢，东西丢下去，白痴，都被保留进去了。哎、欸，他喷东西给我、啊。异界生物的衣服。我的一组的黄金。不，哇，黄金怎样？呀、啊。为什么你被清了？被杀死掉了。哦。你为什么要死啊？就被杀掉了。你为什么被杀、啊？你为什么把金矿做成金砖就不会喷出来了？哇、啊，谁会钻漏洞啊？不要、啊。钻漏洞。我等一下全部做成金砖，全部拿去抽奖。哎呀，好可怕！哎，这里好可怕。哎、欸，还想挖啊？哎呀，有人在上面啊！可是我没有剑可以跟他打、欸，可恶，是否不全？为什么没有剑？有人在上面？为什么他？你看我，我看你的这个，我的斧头要爆了！他一直想要给别人结婚钻戒吧？对对对，想结婚，想找人结婚，他一直找对象，很想要找人结婚啊！没有人要跟他结婚啊？是不是单身？单身很久了。他可能有加九的。哎呦，玩呀！加九掉杆吗？对，还有加九掉杆。哎呦，哎呦，为什么每次死掉都是弓被清掉啊？这么刚好。对啊。哎，这我们家没结婚不能进来。他等下就跟你结婚。没有啊，要不要结婚？哎，中间有一个附魔的，还有附魔弓哎。无限剑士上啊！东西挖完丢这里，东西挖完丢这里，不要累积太多。感谢修士丁。中午是我虚弱的时刻。哎，他会倒到后面的箱子里面去。哇，他还燃烧剑呢！点名，点名，点名，不要这么孤单。我差点跳到那个无底洞里面去。一跳就拜拜。很久，这边可以卖臭豆腐，需要一点生根吗？对，生根臭豆腐，生根臭豆腐。有没有来跟他打？他火焰剑，还有弓，在中间，我们没有战士。哎，那个了。哎，这个是对方的陷阱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
有让你我不准盖这个饭吃掉，被毒。哎呦，我怕掉下去，借我盖一下。好掉，下面后面很大，你们后面有路，后面有路。吓一跳，吓死。要让挖一些就丢进去，挖一些就丢进去，不要累积太多。我全丢啊。哎，避免说出事情。哦，你们这个哦，可是这个如果被背后看到，不就知道哪里哪里？最少不会第一时间被收走啊。黄金我先拿走，好。然后嘎哈基默默的死掉了。对啊，我就说中间有一个人，我们要一起。哦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羞哦。他装备比较强啊，我们没有弄附魔装啊。黄金，哎呦，太夸张了啦。啊？对啊，我暴击打他没什么扣血啊，我还是我。啊？我的是你们有人换一下经验瓶，我帮你们付啊。反正我现在都在赎罪啊，没事做。我看一下能付什么，我得知道。嗯，看看你们挖矿有没有三十的人。对啊，26、23。那就中午我会虚弱，打更不痛、啊。我要先付稿子、还是先装备比较好？装备啦，装备啦。还要来喽，还要在那边跳跳跳。需要在他们发光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冷跳。冷跳了，又是冷住，我不能回去了。今天的任务是怎么了？都在一直不能跳啊！我回不了我家了。这个想结婚的，弄你，弄你！哎、欸，用额头让他跳！哎呦，哇哦，哇哦！哎、欸，丢丢说要结婚，你跟额头结婚了你？你这个额头结婚？你这个额头结婚？有人在挖我的洞，我跑了。你的洞被挖了。送你。你要送我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送我这个？走开！阿金，你不要跳喽！这有人在挖我的洞，那你就往下直直直挖，往下直挖。阿金，你有盾牌吗？有。哇！我过去陪你。哎、欸，我很安全啊！我这样下去会跳洞吗？没有人啊，阿金。啊，那是你吗？不是啊，我听你说有人挖你，我才来的、啊。听到声音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结束了结束了。没没有没有，这一洞有办法那么多的洞啊？是不是厉害吧？哦，哇哦 ，OK， 厉害厉害厉害！要发光还是他们清一个人的装备？先发光吧。好，发光。我这里有一个尖刺宝山，有人要吗？好，先给前线的吧。我还好，等一下跟你拿，我帮你换那个经验瓶。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卡我？哦，耶、yeah ！有人在外面，有人在有人结婚的啦，在旁边，有人在我旁边。阿纪旁边，好，那个是没事的。救救阿纪，救救阿纪，救阿纪，救阿纪。哎呦，攻他攻很强。这怎么？对对对，那个就是那个很强装备的。我拿一些去抽奖。抽。两颗。我从他后面。哎。哦。我堵住他，我堵住他，给他河豚。好。啊，那河豚也弄我。不是，后面还有人，他跑出去，他跑出去了。怎么面多人啊？这个结婚结不到，开始挖核心了，是吗？还是挖核心嘞？结不到。他其实一开始就是借洞啊，借心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哪里？干嘛啦？他弓很弱。要干掉干掉外面的。哎、啊，你那只呢？在桥上，桥上，桥上。哎，啊，弓很弱。哦，这里有这么多，我来去清一个人哦。好啊，你那个你那个中间钻石升了吗？还是钻石升了？钻石升了。我这边我没有搞，我没有搞。那你看能不能换经验瓶？换经验瓶吗？经验瓶是绿宝石吗？哦，是。我记得是。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！那不行啊！哇！可恶！哦，贼令。等下跟怎样拿装备？哦，不知道谁谁。听他们。巧克力人。听到这个东西。巧克力死掉的那一个吗？不是。对。地震啊！有要被夹了，有要被夹了！不要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哎，好屌！地震可以让我穿过树林，哎，真的啊！巧克力，你看我，有看到我在树旁边？好，你穿进去，你穿进去！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进来了！哇！进来了，门进！好可怕哦！门进，我进来了。耶、yeah, 没事哦、oh, 没事没事没事，好经验瓶拿回来了，经验瓶拿回来了，
哎，纪念品，纪念品，我放箱子，放箱子。好。你可以附个那个书，锋利书 ，OK， 好，让斧头强。我们还有书吗？有一个书柜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哎呦，好可怕。好，我继续去挖矿。青金石洞被封了，怎么有人在里面？有一个书柜是怎么多了一个书柜吗？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哎、欸，我里面已经放了一组黄金了。我采矿这边你挖掉，可以先送回去，先送回去。这里，先送回去吗？喂，送回去吧，送回去给其他人用啊。确实，确实，确实。没人跟你结婚呐、啊！你不要把全部挖开，后面有可以。挖掉吧。哎呦！哎呦！有路可以用。我错了。不是有发光吗？应该看得很清楚啊。后面。有人在拆我们家，拆屁家，走开！走开！去我们家是不是？那我们也拆他家。你完了，你被他关起来了，爱的小屋。哇！哇！他其实用过你，打死他了！耶、yeah, ，这家是我的了。他有这个套路哇！这房子里面还是打你，然后诱惑啊！哦，看到了啦。怎么了？你看他告诉他，他告诉他些什么？告诉他，说进去就要跟他结婚。看来你已经跟他结起来了，所以你答应他了吗？好害羞，他没有让我选择的权利啊！强制结婚，不好意思，强制结婚。祝你们幸福。第五阶段，第五阶段喽！哎、欸，家里有一个，有看到在上面有。